六个怪加小小英雄，18滴血应该能带走。我不知道到底是一个怪算多少血，我都不清楚这个。有没有研究过的呀？刀锋应该卖了，卖错了。我卖了个那啥，哎呀，卖错了。不卖小法好，还是没给装备哈，这波应该会给装备了，所以我们得卖一个英雄，应该把刀锋卖了。这个装备能玩什么？猩红之月啊，猩红之月没意思，太弱了，而且一点意思没有，没劲，不考验一个人的运营，我决定不玩这种阵营。要玩我们就得玩点有技术含量的，这种没有技术含量的东西我从来都不碰的。哎呀，现在这 bug 太多了，天选之人拿了一个便一废天选，那三星狐狸打禁夫，禁夫在那干瞪眼儿，本来没死，啪嚓一个技能我死了，也不知道因为啥，就老这样的。这现在这个游戏呀，全是 bug 呀， bug 可太多了，也不知道因为啥。天选绿文变一星莫干辣，不是，那是那个是天选那啥，那个是天选狐狸变天选莫干辣一星的。今天又有一把，今天有一把什么来着？一个天选狐狸变成个绿文了，好像。变了一个一星绿文给我，简直是让人头皮很麻。建模吗？啊，是建模。你滚蛋吧，我看你也不想来，那就滚走行不行？不要了，别放我这儿，不要了，我不要了，不来就拉倒，爱来不来。这是不又有同行啊？哎呀，我走还是他走？我确实想吃把鸡了，说实话，我不想再碰上这同行了，我瞅着我脑袋疼。那不行，跟他哥，他每天远硬玩，我也硬玩。妈了个巴子的，谁怕谁呀？锁着夹角月起飞，哎，靠！
我儿子换一个，他成功的把我劝退了，兄弟们。降落了。降落吧，降落吧，一切的就降落吧。看我神威，无坚不摧。看我神威，无坚不摧。好弱呀，这前期我这。看了，黄纸不要了。晕。羁绊不错，就是没心。哎呀，全都是二，就是差点心。这把前期过渡没处理好，前面英雄没拿好，也导致我们中期应该是要被人一顿入，谁也打不过。再找个时间点，得找一个时间点，把我们这个阵容给他好好的搞一搞。这波给攻速，我就把这劫拿了。他得给攻速，他没有攻速我不能玩，他只要给一个攻速我就把他拿了。快点来，攻速快点来，说到做到，有攻速就拿下，没有攻速咱就拉倒。底下这些呀，底下这些基本上可以全撇，基本上没有什么用。差一个攻速，先把它给了。
分女儿不要吗？分女儿也没用啊，分女儿不在这个阵容之中啊，那你可以拿一个也行。我春哥可以不用给杰，我春哥可以给狐狸。这是要连胜啊，我这一看呢、啊、我这一看可不敢单呢、啊、这个阵容几人口开地一二三四五六七七人口开地六七都可以六七没同行就七，没有同行，这把没有玩劫的，就我一家。耶、啊，就我一家，这把只有我们一家。倒数第一在这儿，全体起立，起立，都起立，谁也不好使，都给我起立。刷个狐狸给我，寡妇，这还不起立，给个千珏，上个狐狸。哎呀，真肉啊！我的妈呀！哎，俺们这劫怎么老让人干呢？一整不隐身呢？真是的。换个位置吧，给他换到这里来。
水银你这次不合，不合你就送回去。那铁水银还能不合吗？那铁还能不合水银呢？这玩意儿怕控制的。哎呀，这怎么赢不了呢？我操了，真难受啊！给个魔抗嘛，别哭不哭萎的了。少个狐狸，少个狐狸，少个千珏。给魔抗。给攻速，实在没有拉七吧，拉七把这东西都递了，先递个狐狸出来，再递个千珏出来。一个就行，我不用太多，给我一个就行。可以。算了，分卷就分卷吧。虽然我们全一星啊，但是没关系，问题不大。有同行了，搁哪的同行？谁？没有啊，哪有同行啊？谁呀、啊？谁同行啊？没看见同行、啊。他五个劫谁呀、啊？这家啊？呀？同行啊？那同他这不是，他这就是随便拿的。你没有火炮，有个春哥，你敢玩劫？随便玩，我都不在乎，随便玩。这玩意儿没火炮能玩？就他这个破装备，他敢玩胡，他敢玩劫，他不是第七就是第八，我们不用害怕，问题不大。他天选夜影，天选就天选去呗。别整个像没玩过游戏的似的，行不行？那狐狸没有天，不是狐狸啊，那劫没有火炮咋玩啊？完事儿攻速一会儿我还拿，马上打击了，他怎么的？他能一直出两个攻速啊？那没办法，那人家确实运气好，那咋整？那他要运气好，那我也没办法。这攻速他也拿不着，你这他咋玩？他应该是
找狐狸的，我估计。三个同行有吗？没有啊，这不一个吗？这家也不是，就一个，这都没有，这就一个。这结合羊刀，不要饮血剑，羊刀攻速快啊。咱不是打被动伤害吗？羊刀攻速快，寡妇啥玩意儿愣啊，腰子换分女不没有忍者了吗？那不能换，不用说啊，他都玩不了，他这都不用理的。你让他玩，你让他玩，你看他能赢几轮啊？从下轮开始他就无限掉血，他这血他根本他就没有用，他没有用，你明白不？明白什么叫没有用不？除非他这波爆俩攻速，还能给他来点别的，还能都能用，那行，要不然他根本他就玩不了。这可不用害怕，兄弟们，完全不需要害怕。影子就像恐惧一样穿透你的身体。七人口开眼确实还行哈。随便给点吧，能给啥给啥吧。你有攻速啊，羊刀都没用，那劫就是乱晃，你知道吗？在那游那劫。科技枪啊，科技枪能换个零风，开眼科技枪零风，鬼叔饮血剑是不是更好一点？你们觉得呢？你们觉得呢？凯因鬼书怎么没用？凯因鬼书有用。凌风可以不用给他，凌风随便给个谁都行，不行给个狐狸吧。呀，完了，我操了，这是饮血剑呢。算了，饮血剑问题不大，
银血剑不太害怕，没关系。银血剑没啥太大的用。不行，一会儿卖了。你想问地啥？地劫呀、啊？地劫呀、啊？这不得地劫吗？蓝海垃圾不要，要红海。漏了一个寡妇，刷。那挺难受的，漏寡妇。他已经开始走下坡路了，开始走下坡了。这回再拿个科技枪给寡妇行，寡妇马上删了。呀，小绿叶寡妇啊！哎呀，没看见，但绿叶对我们来说没用啊。我把这寡妇拿了，夸下边给我刷个寡妇，我不得扇自己嘴巴子吗？那不行。你看是不是？这不得到时候这不得扇自己嘴巴子了吗？这不行，这不行，兄弟们。这肯定是不行。劫有没有？有没有劫？有没有劫？狐狸两星了，那这么地儿吧，饮血剑，饮血剑吧。这玩意儿的品牌。下一波梭哈，梭哈上人，上老头。确实得梭哈了，这再不梭哈不行了。这小子现在就开始无限输，谁也打不过，直接倒数第一，看着没？或者等他死了，我们再第一。你们觉得呢？要不要等他死了？他很快就死，两轮。不等，不等，不一定有。我这一手梭哈，指不定有没有，你知道吧？没有，就挺难受的，你知道吧？你看，这没有，这老头还得他妈锁一下子，你这。老差一针真难受啊！我发现这玩意儿，这老头锁不锁呢？锁一手吧，老头锁一下。哟，我操，他赢了！狐狸卖了，银血剑吐着了，提升不大呀。狐狸上边打了2021。那也行，
也行吧，银雪剑，开银寡妇选一个。哎，漂亮！漂亮，漂亮，漂亮，漂亮！救命稻草啊！哎呀，我操！救命稻草！寡妇要饮血有什么用？加攻击力呀、啊！这个加闪避护甲。看看啊，开眼也行，得开眼吧。哎呀，救命稻草啊，不容易呀、啊，谁也不好使，就是一顿掏，681，上营口，上老头，成了。今晚吃鸡儿。5678等于20。大吉大利，今晚吃鸡儿。怎么的？你还要三星蛇女儿啊？由我来带你走，兄弟。嗯，由我来带你走，好吧？今天由我带走你。咱也别说别的了，你我要了，给我拿下，死，还不死，还不死呢，这咋？咱能不能快点死？这么磨叽呢？第一名谁呀？第一名了不起呀、啊！第一名，我听说你好像叫了不起，我来看看你有多了不起。跟我俩还了不起上了还？我听说你叫了不起，让他吹我们的这个节啊！我来看一看你有多了不起。来，小伙子，来让我看一看。我明昼夜影节，听说你好像有点了不起，是吧？是不是？真牛逼！这小子确实狠了，兄弟们。这我还没出来，公送的就人这么快没了，这。哎呦啊！我眼睛一愣，这不行啊，这我们得厉害点儿，稍微呀，这拿个狐狸啊、哦，这蓝刀锋一个抠，差点没把我劫给我突死，直接给我杀了，差点。这劫启动的太慢了，你知道吗？夜影本来就打不过刺客，那咋办啊？那俺们又被扛他了。那也太惨了吧，把把被扛他，又是你，上把不打过了吗，大哥？我还给这小子杀了，
那我给人打工了呗。哎呀，真膈应啊，我的妈呀，我还给这小子给杀了，还得，哎呀，我天。打工就算了，还第三，关键还第三名。打工我都能接受了，打工就打工了呗，真是的，还第三，烦死个人！你咋没同行呢？玩啥啥同行，换一个。